山海经呢是中国一个古代的神话的一个很古老的一本书，那么里面有描述了很多远古时期的一些地貌，然后和那种很多的神话故事，比如说像夸父追日啊、女娲补天啊，这些也是一个中国的就是最早的文化起源的一些资料都在里面，这个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思。那么但它给我最大的一个提示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因为里面描述很多这种很奇怪的动物啊，很多像神一样的这样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可能看起来是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那么但是我可能在看这个《山海经》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他是在描述他所见到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如果用一个完全没有就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或者一个原始人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他也会看到一个很多怪兽和很多很奇怪的这种事物充满这个世界，那他的描述可能又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